大家好，我是张以堂。我们今天要去剪头发喽。这个留了半年的头发，剪到嘴唇了，上唇了。Hello, let's go. Let's go. Hello. 我们现在先吃美妆的，我好想去剪头发。然后那个 sticker 连下去的，连 sticker， 然后这些是插进去，插下去它在洞里面。有门，然后就放在这边了。我下班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剪头发了。哎呀 ，Go 啊 ，OK，Let's go。八岁才这么高？是很多。这很多是想高一点，吃多多菜。没什么吃肉。吃素也是很好的啊。影响到？对啊，我吃素啊。我跟我的表妹一样吃素啊。我表妹很漂亮的嘞。我表妹很漂亮的。Why are we still here? Just to suffer. 我表妹你也认识的。马未初。对。是你是？我是姑姑的女。我是姑姑的女儿。Hello， 안녕하세요。下去要来吗？剪完头发回来，因为我头发短了，然后妈咪呀就特别买一个头篓给我，你们永远都看不到我的长头发了，拜拜。